我的小区是这条路的内底。包含澎管处等各有关单位齐聚东港镇民代表会，一同协调如何改善大潭里的淹水状况。东港大潭社区逢雨必淹，由于地方排水不良，加上未除水流汇集处，因此每当下雨，灾情就相当惨重，乡民是苦不堪言。我家煞避避一座，拄啊像排水沟安，顶咱那边的淹水会拼去阮大潭过来，而且佫加这个台十七线。这个吼，要往126这段道路，啊，拢全遐淹水，每年淹水水较甜，拢拼去大潭去啊。所摆阮大潭就造成淹水，旧年来拢定安，啊吼，啊麻烦咱讲吼有关单位吼，啊敢到释法，哦，会当改善来阮大潭。淹水的问题，由于地方淹水的问题已经延宕多年，里长表示多次陈情都未有适当回应，因此立委庄瑞雄今天协调各单位进行讨论，并将安排后续的会勘及处理，希望能有效的改善地方的淹水状况。这个延宕多年，每一次只要有大水或者台风造成在当地必定淹大水，让民众苦不堪言那到底是区域排水谁来出钱？该是中央、大鹏湾，或者屏东县政府，或者镇公所，这个都是钱的问题嘛。那但是不能因为政府单位大家在争执该谁来出钱，然后就让在地方上饱受水患之苦这个我们今天来会看我们也希望来做一个决定来互相协调一下。看该是由哪一个单位来负责，期盼待会勘过后能责成有关单位尽速处理地方区域排水问题，让地方免于水患之苦，未来也能透过水域排水规划与周边乡镇串联，让地方淹水状况不再发生。屏东市不停于相思采访报道。